太上皇来了，一岁一岁一一岁啊！一岁一岁一一岁，对，一岁。这乾隆吗？哎呀，我们爸，爸爸，你咋弄衰呢，皇上？杰克逊，哦，杰克逊，杰克逊，快来！杰克逊，这是小皇子啊！爸爸，爸爸来了！哎，这些都是什么妖魔鬼怪啊？对不起，爸爸，他们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我等一下要把他们斩了。先别管这，你看孩子都不肯下来，不上来了。来，那个谁，冲奶粉去！我的皇孙，快送奶粉！爸爸，我要把这两个男人变成公公。不要，我不要变成公公。我们公公已经太多了，先解决你儿子的问题。两个孩子吵着要喝奶，你的衣服掉了，然后我到处找不到，说在你那里。龙啊，你这么大个人还要喝奶？太上皇，您的这个掉了。奶，你说他们要喝奶。叔叔，叔叔，衣冠不整的就出来了。哎呦，要喝奶，我们奶很多，要荷兰进贡的皇家美素佳尔奶粉。对，奶奶。我们去把他唤醒，快！他不是走，大家吗？亨瑞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们了吗？我不记得，哎，不记得了吗？哎呦，记得了吗？把他们拖出去斩了，亨瑞，斩了，亨瑞，斩了！醒醒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婆们，帮我一下，别动！你对我老婆这样子，你斩了。别了，我斩了。除了这句台词，还有换个别的台词。就是不是工作人员只教了你这句台词？亲他，快！这个香吻就靠你了，快！好像有一点概念了。你去亲他一下，他就唤醒了，绝对的，靠你了，你干紧的。这个神经病是谁？你有记忆了吗？皇上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皇上，这些都是假的。假的！你看，我不是女人，皇上，我不是女人。皇上，你还记得他昨天出了一首歌吗？贼好听的一首歌。还记得我在车上，有记忆了，皇上有记忆了。好，对，你还记得你的歌吗？你的歌吗？什么歌 ？Super Junior。Super Junior 是什么？听见了，奶奶给我出给你，让我出给你。哦，这首歌很熟悉。安全，有了吗？有记忆了吗？有了吗？等一下，你是全有、这个牙齿，好像以前有刷过，我有帮你刷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么说有，有吗？我有帮你刷吗？你没有，我没有，还有时候有吧？有。等一下，这个肚子，你是泡泡，你是泡泡吗？对，我记得了，我记得了。等一下，你过来，你是这个，我以前有帮你擦过屁股，对吗？对吗？我记得了。你过来，你是等一下。小丑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记得这个小丑。王爷，你在说什么？哎，对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穿回去？我们快跑呀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走！我们先出去吧。快！好，老婆们，我走了。老婆们，哇，外面都是冰，我们出不去怎么办？回头我说。